再送物资、泡面还有饮料，前往新嘉阳，交给新嘉阳林长刘学明。目前风雨还是很大哦，路况还是很不好哦，积水落石哦。在台八71K 左右啊，要死很多都是落石哦，不堵路啊，不能过啊，可以，已抵达林长刘学明的家中。